天你要冲崩顶，就让你冲过来。这些我先不要紧。没用的啦，我未拔好嘞。等下拔好，赶快去病院。啊，真正不要紧，皮肉伤尔。陈东俊过来救我，那是因为伊是我的 partner 啦。啊，我实在想袂到恁两个嘛会来。你也拢知影，你私底下有哪咧对我讲表情啊？有哪有可能去点点猜？啊，你是安怎猜到我的？是小雨啊，伊听我讲煞了啊，因为江多生一定会有后步。咱若是甲做伙啊，伊毋是针对我，就是针对你啦。我无危险，那安尼有危险的人，一定就是你啊。所以我就定位你的手机啊，结果煞发现吼，等伫路边。啊，阮就沿路找过来吃，好加在还够一副。你嘛受伤？只是一点仔擦伤，也不要紧啦。那会用啊？没什么伤哦，我是好好处理啊，俺就无白。好啦好啦，先莫先莫讲这，俺先离开这，赶紧工作先领导人来。家小姐已经买了套房啦，伊即马工作时已经毕业啊，应该无所在住啊，就暂时住家啦。啥物好住？敢是真实嘞？家里应该真实啊，我甲金玉为美国回来时阵，你为了做这米姑甲金玉来往，你应该才几啊遍啊。过去真正是我做唔对啊啦，啊不过。迄间遐尔久的冷饭，都莫搁摕出来炒好无？我讲的是事实。伟弟啊，要暂时待在家啦，出来了，可低调一点嘛。你给他保你一阵平安啦。你愿意收留妈妈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哎呦，这有啥物通好大惊小怪啦？小雨本来就善良的啊，加上你今日哦，真正是足勇敢的啦！你竟然无想到我参详，都把咱翕到的相片传给江开用。哎，这招人教小家，绝对会当让江多生啊水甲饱。你是今日的 MVP 呢，阮大家都咪要甲你相听啊！我无遐尔厉害啦，啊，其实我嘛唔是咧想啥啦，就是想要做对的代志啦。是啦，你若想我周转呢，你可能是救起来，袂做这样冲动的代志。毕竟啊，保住家己的命，这是你唯一的原则，敢是？小雨啊，你到今麦过安尼看待妈妈是？啊，你原本就是惊暴露再困，唔惊火烧厝的个性啊。小雨敢唔讲唔对？你点点呢？我是在问小雨啊。就算你做对的代志，嘛看过去归牛当啊。小雨啊，你拄只嘛也真对啦，我真正心情看嘛也家己有归牛当啦。啊，不过你敢真正看袂出来，我是真心的忏悔，想要悔改啦。啊，嘛是真认真想要摆脱江道成对我的掌控，我只是想要。证明予你看卖啊！我唔习惯自私自利的人，我嘛唔习惯戆戆啊，等咧红食，等咧红台地啊！你敢阁愿意接受妈妈？阁我一摆机会，证明予你看，好不？我知你念话拢是为我好，看到你拄只安尼无可安慰来保护我，我就知影你心内一定要给我一个妈妈嘞，我才感觉足欢喜的。
我看，这是较歹讲话啦。对啦，我对了买清血汤啊，陪你煮煮的，你啉完啊，搁再休困。小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啦！文瑶的个性哦，是不得王强平。你做偌济啊？伊自然会看到，自然会判断。啊那无，食紧就会弄破嘛。我食紧是想要探烧啊。不过探烧那是无拄好，是去烫到的哦。小雨的个性哦，都是要用慢火偷偷啊烤，千万别去着伊。而且拄只你牵伊手的时阵，伊无甲你撒开呢，迄就表示哦，伊对你态度哦，已经改变了啦。继续加油，我相信你母仔好改哦，绝对是早办的代志。好，我听你的话啦，继续证明我小玉看。真香了！这防狼喷雾剂呀，我那是用来预防色狼的啦。啊！不过无拄到色狼哦，提来哦，对付你这款狼心狗肺的人，是干不错。不得啊！你做法来真。我伫演团遐面头前已经就抓过啊，就算讲按我这条性命去赔哦，我买好好保护客户，我够超越啦，绝对袂让你哦当因一支头毛啦。就凭你死敌点点，你敢接了？刚到死。我看到无？这就是做好人的福报啦！我有好心的保护我，有心生无？